两头也去装呀，反正不咋的堵的堵成了。我出去耍呀，我出去潇洒呀。他农村咋走哪里耍？没事的，等我给你录的。要得啊，走啊，我等你录啊。你在穿身上，我你换到你上来。要得噻，我等到你哇。我衣裳换好了，就走噻。走啊，走啊，你比我积极点喽，说起出去耍。老婆，我先带你去吃饭，到时候吃完我再慢慢的耍啊。你看你要吃了，我给你点个那个汉堡啊，吃完没有？两个汉堡哦。我给你点一个轮，你试一下吧。凉面儿也多好吃。薯条吧，是不是那个一条老条的那个？嗯。好，来哈。嗯。要想吃的薯条。心心念念的土豆条吃了，奥尔良鸡翅吃了，第一次尝试汉堡。我的嘎嘎，我的菜。什么价钱呀？挑食的奶奶不吃菜叶子，珍珠奶茶喝了。甜不甜嘛？有点甜。你给我把吃了，都吃饱了。菜叶子全挑干净，可以大口吃肉了。妈，今天领菜多少钱？百多块钱。哎，百多块钱。人家都是百多块钱，吃不了，我中午有一个就回去。哎呀，不要啊，给。要。要来干了，我要。我有一个够了，就包不完，你装去。把这几个鸡腿我给你装回去。嗯。那个不要。这个嘎嘎嘎，这个嘎嘎给。不要那个。要嘎嘎，开钱没有？没有开呀、啊。明天我开的、嗯、你拿我就帮你开要不得一张不够好走啊我就帮你开好犟不过奶奶非要带回去喂狗老婆我先带你去整个头发整到我这就慢慢的管好来给他染一下奶奶第一次染发来看看效果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比我的都多是不是完全看不出有八十岁你要发现你会有年轻人吃这个，好不好？这我感觉你说了这种单。上我就买鱼场。一进店，奶奶就开始认真给我挑衣服，没有挑到喜欢的。我买这个就变多了哟。除了之前买的旗袍，奶奶都没穿过裙子。看到一件漂亮的裙子，让她试试。有的有的，看到不？好看，好看。穿起来像小公主一样，又给她搭了一件小外套。好看不？女孩子无论什么年纪买新衣服都开心得不得了帮我收摊找不回去、你想吃那个不我你看那边有条好吃街好吃街到了土家鲜肉饼吃了很乖对吧还蛮好吃奶茶喝了好喝不好吃等我你吃麻辣串我切得不切得动好你要吃辣椒麻辣冷串买了，闻感觉多好吃的，你咋了好吃？狼牙土豆吃了，谁会都能酸呢？我根本没懂花。香香的嫩豆腐吃了。看你妈娃娃家不？那我也开二，别抢别抢。吃饱没有？吃饱了，吃饱了，晚上不宵夜。我都不宵夜了，我都吃得饱得很，好爽不？好乖哟！我想帮忙做钳子。钳嘛，早来都是用的。对对我吃吃没的，吃俺没的，我买衣裳，买裤子。哦，你还有哪个要买的没得？我难得进回城了，要买哪个都买哟。我什么买叫我呀？买那么多东西啊，不买。吃饱没有啊？吃饱得很了。上没得买的了，我要开回去了哟。要得，要好。都买漂亮的新衣服了。合照肯定要拍呀，奶奶的美照肯定也不能少。